一枪之后才一天就要天人永隔了吗？那三位公主就是神女转世，想要坐稳江山，你要依靠的不是我，而是三位公主。素锦，你想报仇吗？我只想回到原来的生活。神兵族的人个个武功高强，只要我能得到狼羽的欢心，我就能让他帮我打回幽南。我果然没有猜错，但是你的能量到底有多大？硫磺鹅，看来苏果是想再用一次这硫磺鹅，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动手之前销毁他们。国主，家恨不共戴天，答应过我，只要我留下就放过我两个妹妹。他从头到尾都恨透了你们家，娶你不会是缓兵之计吧？不可能，有什么不可能？姐姐，难道你要和你的仇人在一起苟且偷生吗？